事情去修行，这样就好。他给我说，因为他这样可以出家吗？等好了再来。但有发这个心就不错了，发菩提心。所以，当然你要出家一定要健康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心平静能够超越了，那当然最好了。再来，他罹患支气管扩张的肺病，那这个肺刚刚讲了，关于气管肺病的。都是因为恶口啦、压抑、了解吗？甚至抱怨而产生的。那个性你要改变，个性要改变，然后多念不动佛，因为不动佛呢，它是修无嗔大悲的，所以他在不动佛的经典说，凡是有这种肺啊、这些痰呐、属于这方面呢，多念不动佛或不动佛的心咒有帮助。然后当然要回向给身上的造成。这个病的冤亲债主，那当然，如果你有堕胎，也要超度啊。然后，如果过去吃肉，动物灵要超度。他的父亲舍报以后，49天内必须天天供饭菜或水果以灵为前，但是因为有时太忙没空，饭菜来上供。此时能否至少修烟供以灵为前，便无大碍。如果你是佛教徒，供养在任何地方都可以。比如说，供养不是光给往生者吃，我们是替往生者的名字去打斋啊、供生啊、布施给鸟吃啊，把这个功德力给他啊，功德力给他。那在他面前供养是一种尊敬吧，让他欢喜。那你虽然不用在天天在他面前，那你在外面，你在吃饭就观想就可以了。替往生者供佛，替往生者布施，再回向他就好了。但是我发觉现在有些寺庙啊，就有一点不是很好的现象。我知道你没办法布施，没办法供养，我们每天跟你供菜多少钱？借机会的捞一笔啊。那当然一听啊，对啊，49天我都没办法供，对，怎么办？我们替你念经，替你，嚯，这个是好事，后面加个多少钱变坏事了啊。要心甘情愿。后来我就跟这些出家，每天我们本来就要上供下施了，顺便回向给他们就好了嘛，你干嘛谈钱啊？所以就是，当然动机要正确，所以就是要把经典看透。受持八关斋戒回家以后，没办法清净，必须帮助已经有色身病苦。没有自理能力的退化家人上净房肢体动作，这本来就要做啊！八关斋戒是你自己不要犯就好了，你帮他洗澡，帮他什么，这都应该要做的啊！所以千万不要放弃，努力做啊！这个跟八关斋戒，八关斋戒是自己清净，而不是说不要帮别人啊，不是说不要碰，不管是男生女生，他生病了。你都要去帮助他、碰他，这应该的。而且你受八关斋戒，力量更大，还可以净化对方的烦恼，就像浴佛一样。浴佛因为佛的功德，所以水淋到佛，这个水变甘露，对不对？那你受八关斋戒，经典都说了，你身上的水跟泥土，连天人都供在身上。所以你受八关斋戒去为这个人洗身体，那这个人福报更大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女生受八关斋戒。替你先生洗澡碰这个都应该的，这个不是欲望啊！你等于林安公，你可以说我给你帮关斋，因为人家生病了，那时候八关斋戒，医生都不要碰病人了啊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家中老人往生百日，家眷做什么样的功德回向呢？这个百日是我们。传统的讲法，佛教也没有百不百日，但是我认为有一个百日多一个功德多好，可以的。还有做对年哦，那也很好。但是如果做对年百日又来杀生，那就干脆不要百日啊。那是要做正面的功德，那功德诵地藏经、放生、点灯、供生，凡是供养三宝，凡是利益众生的都叫功德了。回向给法界众生，再回向给他啊。就是说，不是光回向给他啊。比如说，你为你爸爸做百日，我来上供下施，回向给法界众生同成佛道，哇，那功德大了。然后再回向你爸爸还可以啊，因为你用他名字做，已经他就得到功德了。对年一到该怎么办？继续做啊。那我想每一年
纪念自己的父亲，这是做儿女永远要做的。但是就近来讲，就是希望往生者得生净土。所以我每次都会跟着往生者说，你放心好了，阿弥陀佛说，你现在相信我，只要念十句话，愿意往生。如果不往生，阿弥陀佛不成佛，这没问题了。所以对我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我手过那背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你不去嘛，别使。然后我骑着个黑心庙会，一定百威龙啊，红胎的，因为我都显现很有力量，该做的做完了。是不是二十分钟这一套跟炒菜一样，啪啪啪 ，OK。但是我是每一道都很慈悲，我不是说我是一个惯性动作，我的认为就是能够他现在中阴身往生，这个时候跟他谈往生净土最容易了。如果他现在在大富大贵，那不用谈了，对不对？他现在还活着有分别心，不用谈了。他现在往生了，感受到有一点蒙蒙妙妙，就有一点苦了。如果他已经升天了，那我看这个谈的也有限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也要跟他讲，但是我们不知道他到底去哪里，只是说有时间跟他讲，天人也不就近，就像大蒙山，他会讲人天福乐，对不对？就近，最后还会堕落，都跟他讲得很清楚。我想，各位你要帮助往生者，你可以把大蒙山拿出来念。你说你不会念，那就蒙山念一遍，小蒙山也可以。开示的部分念一遍也可以，就这个意思。再来，隔壁住家租给赌场做赌场，经常龙蛇混杂，日月喧哗，集体在巷口抽烟，我家必须紧闭门户，所以住在恶霸的威力不敢伸张。遇到一此情况，怎么脱困？忏悔吧，过去你也是开赌场的。你要这样想，弄得人家都睡不着，那你要有这个惭愧心呢。当然能够搬就很好，但是呢，搬你要有因缘吧，对不对？那首先你要有惭愧心，对方对待你的都是因果，所以你现在有惭愧心，多回向给他们，帮他们做做烟供啊，点点灯啊，回向给他们，他们的声音都变成在念佛啊，他们在抽烟变成做烟供，你要一直观想啊。然后呢，祈求佛菩萨的加持，希望这些人早一点回家，等等等等。所以，但是这个就是社会现象，无论如何不能起烦恼，不能自私。你心里起烦恼就是不平静，排斥对方就不慈悲那这样你又离开佛法了。所以佛法要我们平静慈悲去为他们回向。你睡不着最好，刚好念地藏经念阿弥陀经。对方给你助缘，你一直这样转化，你会发现，鬼三天都没声，警察抓了了，这个场被我们破去了，就没人啊，那就 OK 啊，但是因为你一排斥，问题就来了，你要对他们有悲心。再来，小孩子落水死亡，开始要念什么经咒才能够早脱轮回？再讲一次，不是念什么经咒，是你什么心态对他然后小朋友没问题，南无宝济如来，对不对？然后会带你去升天消业障。那现在人都会生老病死因为你活到八十岁再生病死掉，那你现在烟一下就走了很快，因为这是因缘。过去可能你推落众生下水，你就慢慢跟他说了。当然首先要给他食物啊，糖果啊，牛奶啊，转化他的心，转化他的心。然后当然这些都做完了，我都会跟小朋友说，因为你，所以我要超度所有落水的小朋友，溺水的众生变成一种慈悲。这个小孩子马上感受这个悲心然后就看到观音菩萨，就带着他走了。那我想，那念什么经，那是你有时间就可以念反正往生就是去极乐世界，对不对？活着呢，那多修功德。然后呢，病来了呢，那我要检讨我的脾气、心态。所以你有时候要去检讨。最近有一个女生呢，医生判断她第三期的乳癌，而且是不好的乳癌。她的个性我都知道，她全家她是老大，她老公被她骂到天亮，儿子她管的。然后呢，他就师父怎么办？然后
妈妈就叫她老公写个字给她，忍。因为她天天念念念念念骂，然后她问我怎么办，我说这样好了，这样好了，你守49天八关斋戒啊，但不能生气哈，不能骂老公啊，就哭。对对对对，我就是那种人啊，那所以你这个要改，因为这个药好不好决定在你，所以这个医药药只是一个助缘。你的心态跟业力才是最可怕的，然后这个天冤亲债主才是你要，你一爱生气，你这个抱怨，冤亲债主永远不原谅你，永远超度不了他。超度跟你念什么，跟有没有钱没关系。过去你是生气把人家杀了，你现在又生气，他就不原谅你，他就可以发作的更厉害。所以我想心态要调整，所以我认为这一点你不用烦恼，没事的。八关斋戒功德大不大？假下面有嘛被敲给这啊，你来参加功德了，你相信，然后呢，医生呢随缘，医生只是世间法，不要太相信，也不用不相信啊，随缘就好。但是掌握你的心态，趁这个机会多忏悔啊，然后改变个性啊，然后呢做一些帮助别人的事情，所以这样就好。再来，今天的结缘品咒环9条，还香一个木耳露，木耳露一罐，可以喝吗？不能喝的就你要记住啊，因为还有木耳。再来讲义，各位刚刚拿了，所以等一下我们你要先走了，就记得拿这个咒语，多送给人家好不好啊？希望你家左右通通有，哎，每个人都带一条，太厉害了。但是你要会宣传，你要懂这个效果在哪里，你也本身有信心。像我超度一定带这个，拔下来，嗡啊嗡，嗡啊嗡，给我剁开。所以这一条有人跟我要，我说你要超度吗？没提哦，这条就这样啊。所以阿伯拢没搞我透啊，对，因为我是在超度的，嗡嗡嗡这样。然后五色线再给他嗡嗡张舌，嗡嗡张舌这样。所以。你用你的方法都没关系，因为你有个悲心，这样就好了。像这个香，我觉得它设计的不错。这个不是供佛的啊，这个是药供烟供的。所以，譬如说有人生病，你可以弄一小段。我都是在房间，我当然一小段，一小段。那么不就把你，我都把它做完了。一小段药供，一小段烟供，这样啊。因为我一天写这么多章，早就补啊。那我如果插很多支香，那就麻烦了，鬼精都会修出来，对不对？弄弄，我就拿去外面，外面完了。如果没有烟供，我就替他放米，所以我永远有一包米，至少7颗、啊、我好像在，我现在有发觉，像两个包中药啊，鬼包啊，什么药啊，这样，包包鬼也上去给了世界、啊、反正都是这些配药，对不对？然后开单子，所以各位。我们现在有一张这个、啊、以后各位做功德，我超度都是这样，我的牌位有写30个功德，一个我帮他出10块，出20块，出30块就1000呢。我以前去美国都哇，这大条10000哇，32万会花给啊，所以我那时候花了很多钱，基本上没钱啊，改10块、20块，较严重的30了呢。啊，那些信徒，师傅你给我写多一点。我说我已经写少了，你没有说你要付钱，我写完他又不付钱，谢谢师父，我要付钱、这个、所以当然了，当然对方有传钱过来，哦，师父1000块人民币，我、哦、1000块人民币，我就全部帮他写完。我这个各位要养成，如果哪一天你出家了，对方布施你1000块，我1000块完全坐在你身上，让对方觉得哦，人这个法师不要钱，对不对？要如此。而且这样你也不累积什么，但是我觉得越多功德越好，哪怕一个1块。所以我们现在下回会弄一个功德箱放在那边，你放牌位你就不用写了，反正你就出100块，说啊，阿爸，我替你100块做32种功德，往生极乐世界，这样有解决了。但是我们会计，但是这32项都是利益众生的，从造佛像、建佛塔、印佛经、生命电视台，什么都有了。放生、护生、饲料、买面包、烟供、药供，我现在还加一个种树，种树也很重要。所以，然后
然后每个人拿一块也好，反正就加入这个功德，好不好？啊，那个箱子，这些钱会计不能寺庙用啊，这个钱是完全在这个项目上面用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人哪怕出一块，这里面已经有10000块，他得10000块功德海，这样了解吗？啊，那当然把这个箱子会放在往生牌位，就让所有往生牌位，你想同享功德，那这样才有意义。我认为啊，我每次写完就超度了。前天在板桥吧，有一对年轻人，他阿妈死了，结果阿妈还经常回来跟阿爸说要吃槟榔了，因为迎春嘛，所以他们就问很多事，说阿妈还在那里做鬼了，你关牙了，关东关西，真的是有。然后他问我怎么办，那在台北有一位杨老师上来，他也会看，说对啊，你阿妈还在那里啊，阿妈说你阿妈来啊，你把号别在里面啊，他我妈也来，我因来做啊来，就三个老人都来了。然后他问我怎么办，我说写牌位啊，我教你写。然后你写啊，他那个孙子更有意思，他不是打勾，阿公出三十，出三十，超出打行出帮你出三十，阿比下完的桥多啊。但是这个钱不是给我们，这个钱是这个里面要老人关怀什么，我们都把人家交出去就好了。只是说我跟他讲，你写10块就好了，没了我现在傻子无忧好，你那光环意，对不对？啊，因为我认为你叫人家写多，我想你们在赚钱。哎，我只是说你这样说，但是我这一次去泗水办短期出家，因为他们叫我那单子我没有，我说你就知道就好，你就投进去，到时候他们钱他们会帮你分配。但是后来他们都觉得有超度，甚至就问了，感觉到很舒服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方法也很好啊。那各位以后你的亲戚朋友，所以你就按照这样去做。那当然你可以变成50种功德啊，随便你啊，只是说你要在会计那边交一块一块，那不烦死啊。啊，但是问题是写在这边，每次法会捅过来这个功德箱有20000块，就全部把它分配完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大家就共享功德。这样有利吗？我不是在给他拐钱哦。因为我实践了2年，很有效用。我每次写完这个牌位啊，我就会马上传给帮我看了。他现在很有信心，哇，师傅你很会超度呢。我说是用钱堆起来的，我有经验了。因为先给他做完，然后再给他念经，他很高兴，对不对？我都是先给他皈依，然后我帮你造佛像，融入功德海，啊，融入造佛像，建佛塔，帮助老人，我都念给他听了。如果有时间，如果没时间，我帮你做，我全部帮你做，这样啊，32项功德加念佛往生净土，啪，可以啊。只要他有信心、信愿，这一样护戒信愿，我们负责做功德，阿弥陀佛负责接，对不对？大家记住，该过了。所以，只是我认为这样对自己平常可以修很多悲心，就这个意思吧。所以这里面当然我们还可以改要加什么要加什么啊，然后只是大家这些会计单位他们要公平的全部把它分完了，所以等于这些往生者现世者什么功德都做到了，钱不再多，有这个心意就好了啦。好，我们回向一下，来，愿以此功德受持八关斋戒，甘露施食，食供养功德，药师烟供功德，替身多玛功德，格西修大威德超度法功德，供养色拉伽佛学院功德，放生护身功德，读诵慈悲法语功德，读诵大乘经典功德，大众所作，过去已作，今日已作，未来将做，身口意各项功德普皆随喜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
希望各位多收看生命电视台，将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教法进入您的心，改变您的生活，帮助这个世界。护持账号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开拓法师弘法兴典，1月19号星期日，莲花生道士殊胜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乘10万倍。上午9点，印尼巴淡岛慈海禅寺年尾大蒙山超度法会。1月20号星期一，上午10点，印尼巴淡岛校园生命教育。下午2点，新加坡关怀特殊教育院。1月21号星期二，下午3点至6点半，新加坡关怀活动。1月25号礼拜六，弥勒菩萨圣诞，念定功如来，持斋度罪40劫，定持如来殊胜功德日，善行甲恶行升100倍，愿受天尊万岁。上午10点，板桥闭关寺佛像开光，新春开始。下午6点，新北市嘉庆文销合作社点万灯共万水，好生到慈悲施舍。联络电话：02-2951-0565。1月26号礼拜日，下午2点。台北生命道场迎新春念众生感恩讲座，联络电话：02-2550-9900。1月27号礼拜一，上午10点，新店大明讲堂新春开始十供养甲好生发挥，联络电话：02-2917-8855。1月28号礼拜日，孙天一真人千秋，上午10点，树拿菩提讲堂新春祈福发挥，点万灯共万水加心灵讲座，联络电话：02-2688-5088。1月29号礼拜三，上午10点，市立桃园特殊教育学校新春祈福，点万灯共万水甲消灾发挥，联络电话：桃园中心03-347-7666，桃园道场03-331-0553，中立中心03-422-8806。1月30号礼拜四，定光高佛圣诞，清水周师圣诞，上午10点半，慈悲基金会新德分会新春祈福财神发挥，联络电话：新德分会03-545-6691，恩气福合会03-545-6692，新德中心03-533-7368。1月31号礼拜五，上午9点半，苗栗弘法善医新春祈福药师发挥，供上药师经，点万灯共万水十供养甲围炉香烟，联络电话：03-7991-513，03-7336-026。1月1号礼拜六，念药师琉璃光如来，持斋度罪30劫，五灯阎罗王圣诞，上午8点半，台中五峰讲堂北关斋戒，联络电话：04-2238-9987。
并且十方大德踊跃前往参加。阿弥陀佛。新春到，福慧增，生命电视板桥悲愿寺举办佛像开光，新春开始祭佛前大供，恭请海涛法师主法。日期1月25号星期六，大年初一上午10点，地点板桥悲愿寺，地址新北市板桥区中山路2段581号。上午9点，于捷运江子翠站3号出口备有接驳车。晚上6点，为所有被屠杀物命点1080盏莲花灯，点万灯供万水，护生祭慈悲施食法会，恭请海涛法师、占乐法师共同主法。地点新北市家禽运销合作社，地址新北市泰山区中港南路103号，备有专车前往，敬请事先登记。联络电话02-2951-0565，02-2951-0565。喜逢春，庆团圆，生命电视台北生命道场举办迎新春念众生感恩讲座，恭请海涛法师主讲。日期1月26号星期日，大年初二下午2点开始，地点台北生命道场，地址台北市大同区民生西路300号2楼，联络电话02-2550-9900，02-2550-9900。净水涓涓入法流，台南道场日前邀请海涛慈悲置业法师占勇法师，为台南地区信众传授八关斋戒及领众礼拜慈悲三昧水忏。戒会前行仪式由湛广法师慈悲领众，普召三界六道众生来临法会闻法受持。众等以甘露水真言加持手中水米，挥舞佛旗，修持药师仪轨，为六道众生慈悲施食，却除病苦，点灯供佛，为众生破除无明忧患。接着端奉戒定真香恭敬请师。法会中，占勇法师先以慈悲咒语加持手中净瓶甘露，为道场内外洒净加持，然后顶礼诸佛，登座主法，为大众慈悲开示。啊，经过人生安尼苦，甲你磨过，啊，种种不如意，甲你磨过，你会去体会这个人生到底是咧创啥。所以讲，苦难愈多的人啊，伫咱这个娑婆世界，苦难越多的人，亲近到佛法，他越容易成就。也越快，也越坚固。啊，伊心呢，心面也达到一种不退转。啊，所以咱呢，伫这个世间，咱看到的不如意，只要你会当转念，这些不如意啊，通通变成一种甘露。啊，伊拢会当予咱每一个人啊，伫这个所在体，找到真理啊，找到一个依靠。从此以后就不颠倒。为所救物命众生皈依三宝，挥舞佛旗，祈愿诸佛慈悲予以加持祝福。接着法师手举香花为戒会恭敬请圣，众人虔诚合掌祈请诸佛菩萨慎重降临法言，为众等正蒙受戒。戒会后，香灯菩萨们以最虔诚的心，香花灯土果茶食宝珠衣等10项宝物于佛前恭敬敬献时供养，敬上礼下，圆满戒仪。午后，法师慈悲领众礼拜慈悲三昧水忏，众等一心恭敬，随文熏修，发露忏悔，断恶修善，祈请诸佛菩萨慈悯，以三昧法水道洗六道众生累劫累世千有宿罪，祈愿佛力加持，众等罪花忏谢，灾障消灭，病苦消除，福慧增长。法会末了，占勇法师领众于十方坛城前，为当天所立莲位众生及六道慈悲超度，更不忘将当天点灯供水等慈悲共修之所有善业功德普皆回向，祈愿娑婆世界六道有情众生共入法智，同证菩提。生命电视台南采访报道。觉照您的佛性般若，
欢迎收看生命电视台。